曾是不见的小鸭，在你眼中我连成无家，因为你疗愈我受的伤，从此开始有了变化。是什么好运让我遇见你，少了什么想让我遇见你，是什么引力让我们都无法彼此抗拒。他爱我叫弟弟，难舍难去，让我一窥照进你的心。他爱我叫弟弟，没有心机，我的温柔只让你驾驭。Oh baby， 你的肩膀让我不害怕，我遇见你，少了什么想让我遇见你，是什么引力让我们都无法彼此抗拒。他爱我叫弟弟，难舍难去，让我一窥究竟你的心。他爱我叫弟弟，阿甘大明星今天的来宾就是你，让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你。没有，就是我想到，我想到多年前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安静啊。然后你今天安静的像一只不会动的小白兔。然后我就心想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没有没有，因为我就是认真，因为要宣传。你太认真了，你认真到我觉得你认真到我觉得你生病了。好可怕、啊！哪会啊？你太在意这件事。不是因为我太认真，想要把我的那个作品唱好。真的，你突然变歌手了，我整个就是也吓歪了。没有啊，因为就是快歌真的太就是太需要彩排，所以大家有点 delay。你现在是跟我们说，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彩排快歌这样子。没有，不是，我说彩歌这个快歌这个场地没有办法让您这个那个天生舞后在这里这个有，可是因为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在唱歌的时候，你太认真，你认真到我觉得你可以回去的，我们今天节目就不用做了。不行，还是要做了。拜托，因为今天唱歌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在打办公、欸。你有那种了解，就是压力很大、欸。你不是那种人来疯嘛？你不是看到人就是当成就是没有存在的感觉吗？没有，你以前在电视上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对，因为大家是认真看你表演，他们现在是认真在看电影。他们今天也认真在想说你今天来可以做什么，然后你突然让大家都认真的办公了，他说他不要看了，不要看了。想说那么今天这个人怪怪的。我们觉得安大明星呢是欢迎到我们这个，大家对他有点印象，然后他今天用一个新的身份来。他今天是发了 EP 才来的，对，平常只叫你来这里跳舞，你就嫌这个场地不够大。不是，这很大，不要这样说，你就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不用再解释，我可以接受。我想要来跳，那你在这里跳一下，看你到这边后空翻。我告诉你，刘以儿上次在这里后空翻哎、欸，刘以儿啊，啊，哇，这么厉害，真的、啊，你看他人高马大，啪啪啪啪，还在这边地方，那么认真大翻，算是有个大翻，翻过来又翻过去，这空间很大，你们这边可以办一些，就是你不觉得这里就是一个豪宅吗？你今天来到信义之星唱歌，你还有什么好在那个地方？对啊，我没有，
我第一次就是那么认真来到一个就是办公室中间唱歌，所以你平常都不认真到办公室，这个人没在上班。因为大中午的时候就是是啊，你中午来就吓坏大家，一个人太文静让大家不习惯。今天大明星欢迎西小瓜，欢迎他。他们在拍他们，对对对，他们就是终于可以拍手，我们就是给你一点罐头的掌声啦。嗯，谢谢，就是、欢迎老朋友，还是很开心。真的，你今天突然整个人我都为什么好压力大了？因为我这是那个算是、就是、上次我们在那边办见面会，你整个像疯子一样，你今天在这里。哎、我以前真的比较疯癫。那你为何？你是不是最近吃到什么？最就是最近是镇定剂吃太多吗？还是怎么样？最近被压抑，就是说不能太疯癫，因为就是要认真讲作品、哦。没有，你没有不认真啊，你很认真啊。哦、你的疯癫里面那么认真，有什么好在那边帮自己？因为有时候你、啊、就是之前的那个太疯狂，想要回归到就是不用啦，大家不会习惯。你刚刚有回归啊，你穿红色的西装，然后梳了一个那个对对对小油头什么的。你哪有油头？那油你蓬蓬的，哪里油？你用什么油？你跟我讲，有一点点是哪一种油会让头发蓬起来？我真心觉得你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是好好笑，然后很好笑。今天西小瓜来到这边，就是其实他去年就发了一首单曲，对，然后今年年初就再加两张，就是 EP 嘛 ，EP 应该是他的三首歌，对，这表明就是要出来抢尾牙的钱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其实本身呢就在尾牙的外场比较多活动，是不是？那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哎，怎么都没有自己的歌，然后就出了一首很坏的歌。然后就想说这样子看看能不能就是不用担心嘛，就看看喜欢你的人就照他不是这样邀约不断，然后只是说现在多了一个表演的内容。对，就是因为以前都是会跳舞跳得反了，还是觉得什么？对，因为以前对哦，就是跳别人的歌啊，然后也就是会有。你出了三首歌又没有多好跳，你叫弟弟来跳给我看。叫弟弟也有跳，只是你通常你知道少舞者在那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没有少舞者就很尴尬啊。所以你现在是怎样？就是不然你去把小赖叫来跳。对对，他会抢了我饭碗。你看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然后又要拆伙，然后叫他回来你又不要，莫名其妙。没有，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起在超级接班人，也是三立的节目，然后就是一起合作，啊、很厉害，超强大。后来我们就各自就单飞，然后不解散。嗯，但后来，但也没有合体，对，再也没合作。少在那边讲一些冠冕堂皇，单飞不解散，但我们不合体。我以为我们像 SH 一样，SH 你个头啦，真的是很好。这个西小瓜那时候，我那时候刚刚在跟他聊天说，当时见面我是评审对对对。可是他就说你没有评到我那一集，我想哦，那后来我就说啊，我们有见到面，但是我是主持人，对，是我们办了一个很盛大的见面，超级接班人。那时候哇，超疯狂的，就以为那时候自己还很像，就很红，是不是？有啊，你真的很红啊！什么叫做很像很红？以为自己很红，你这样对得起那时候来参加活动的人吗？你知道我现在在路上遇到那些妹妹们哦、喔，他们从高中然后追我们追，然后就追到高中毕业，然后大学以后就不追了，就因为已经要开始认真读书。哦、然后后来我在路上遇到他们的时候，他突然叫我，我想说哇。我还记得她，可是就整个变成一个大女生，哦、就从小女孩变大女生。那她跟你聊了什么？她就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你当时有来追我们，然后现在就是我有发新作品，她还说她有看到，可是因为他们现在都要就努力的上学，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追星。就她没有办法再用她的青春来陪在你的身上。对，不会再浪费时间。真的，追随你是这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笑死我了！真的很好笑。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看到你们最厉害就是跳舞，对，而且你们的反串啊，那时候叫反串，后来大家说是叫 cosplay， 就是你习惯用这样的装扮出来。说一句实在话，真要让踩那么高的高跟鞋，也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吧？而且还可以跳、欸。目前大概就是九令、啊。我觉得他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要。你不是要访问我？我没有回九令，我问题又不一定要让你回答。对啊，我们只是提一个问题。张惠妹，我觉得他后面已经不跳很久了。他还是有穿超高啊。有，他只是穿高跟鞋而已，但你还有跳。哦，对对对，真的小跳。这样你那个有筋膜炎吗？没有，脚其实已经断了。真的假的？我是认真的，这样子应该很痛吧？我真的是认真，因为你那个。着力的点就那一根细细的鞋跟而已，因为之前我就穿顶上，今天就比较穿布鞋啦，然后就是他是为了我们展示一下他水蓝色的球鞋。新的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很心机，不要太理会，不用拍他的脚，好大方哦、喔。只是因为我真的之前就穿高跟鞋跳舞跳太久，然后常常因为我每个礼拜或每天只要两天，我就会练一次高跟鞋，大概两个小时。所以你还有真心去练习用高跟鞋走路？因为我不想要输，就是。这是我唯一可以拿出来
给大家勝对的武器，干嘛这样子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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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大家看你们在表演三五分钟，但我们这样的录影啊，或是做其他练习，其实真的是花了很长久的时间。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一直练习到，可是有一次我在录影的时候、嗯、遇到小猪罗志祥、啊，然后就在他面前很想要认真表演一次，结果就在准备要走到他那里的时候，脚整个扭到，然后滑走这样，然后他也没有救我，把我放走，我这样抓着他，他就把我丢掉，然后我就躺在地板上。啊、那时候我以为想要脚没事，是，因为后来我回家看的时候，发现我的脚就是脚踝的部分我是肿起来的、嗯，然后一边大一边小。后来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你这已经就是那个叫什么软骨突出，然后他就是还要把这样压回去、嗯，然后他因为已经突出太久，那个突出可能不会到很痛，所以他就慢慢已经长出一些肌肉组织或组织了，所以他就变成他越来越肿，他那个是回不去的。那你的脚现在就是一个大一个小的概念，对对对，所以就是你那个表演的代价。”可以這樣說嗎？对啊，因为我觉得舞者的寿命本来就是这样，他很多身体的受伤、嗯，像凯乐也是有腰伤一直存在、嗯，或者是小猪哥也是，很多他们都有腰伤的部分。那其实真的是因为舞蹈是因為跟鞋的关系哦，还是只是舞蹈跟鞋也都有关系，因为鞋会压迫到整个身体神经。对啊，你那时候穿高跟鞋，而且你们真的都很卖力耶，那时候每一集的接班人，嗯、而且这样一整季下来。你那脚没有废耶，真是我们大概比了快一年，吃哎，一年多，然后就一直的都要穿高跟鞋，你一直就是都穿，对啊，就是不论什么样的造型出来，我都永远印象最深刻就是你那个恨天高的鞋子。对，但是后来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常常穿高跟鞋，所以现在就出一些歌来骗人家钱，回到平底是对对对，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再用跳舞骗钱了，因为他脚受伤，还是没有骗钱啦，有真心跳啦，有啦，也没有赚什么钱呢，我一个月都很少钱。徐小关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那个网络上大家就封他为正能量天使。是这样说吗？天使是我给你的啦。对，我想说太好了吧，所以不喜欢吗？就正能量的一个人，就是正能量上的破马。破马，看你有比较开心吗？开心很多，很因为我的新歌叫《上等破马》，我懂，我在帮你打歌，我人是很好。对，因为你这首歌，大家其实听到名字会觉得哇，好坏哦。可是其实公司只是想要让破马这个字，只是就是你知道，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世代，真的有你们这些。就是很爱出来乱为非作歹的人，毁坏整个世界的一个网。没有啊，像那时候我在其实，在比超街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就是有一集，就是我们是带着猛男，然后我们是男生，可是我们跟猛男那边摸啊，然后触摸，然后这样牵着他们当狗这样走。然后那时候都还很嗨，对，很嗨。可是那时候黑人哥说：“你真的一直在挑战 NCC 的尺度。”我也觉得。那你这次我就觉得我快被封杀，应该会吧？就直接这个就是，可是网络上就是有一些就是可以那个行走在那个灰色地带。对对对，所以后来出这首歌，其实它里面写的歌词非常正能量，嗯、但是因为它的状态其实只是想要告诉很正能量吗？对啊，因为他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叫酸民都走开，然后他是他这个破马这个字，其实只是想要告诉我是一个好货，那只是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说这件事。你也太诙谐，就是公司想说现在大家不是都这样吗？就是要用这个世代的语言，然后你把那个世代流行的事情，然后结合成你的作品。对，就是也许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外表很坏，但不可以只外表去定义一个人。没有人说你坏啦。就是有些人会应该说你表演的形式上，对，可能所以你很在意那些，你很在意网络上的评价。我会一个一个看，真假的？那你看完会忧郁症吗？会会会。那你还正能量个屁哦！没有，那我为什么要爆粗口？对对，我被他影响。不是不是，看完了以后就会觉得说。好难过，我会忧郁一下下， oh. 然后就又会出来，就会很容易忘记，因为我金鱼脑。可是通常比如说又再让我看到，我又会陷入那个，然后通常我都会就是看到、那个。那你为什么要一直看他？你干嘛删掉就好了？没有，就别人会可能给我看啊，或什么的。他如果在你的专业上，你就把他飞。后来我有学到这个，是九令说的。你是认真的？对，他就说你现在怎么去对付这些算命？他说我有删除这个键。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啊哇。好厉害哦！如果不要那么激烈，也可以按隐藏就好了。哦，因为我真的是太害怕被发现，说我们删掉它、哦，它就一直回，我就很恐怖。不会啦，何必觉得恐怖？就是公众人物走在那个台面上，来到舞台前，就难免就是一定会受到一些评价。真的，包括你这一次。
对大胆的走得太前面发行歌曲上等破吗？而且那个就是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说法，这个东西待会我们来一边看再一边说。不过这提到西小瓜，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当然就是你这样算出道多久啦？因为你算是从比赛的节目里面被大家认识，而且是一个大大的爆红的那种状态，对，俨然就是一个巨星。那时候真的蛮红的，我也知道，真的红的不知道红什么东西。随便发个文章就可能三四千人，然后想说哇，我什么时候突然变那么红？那时候就很开心，就是还在比赛当中。那时候才几岁而已，22、23，就还在念大学，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学四年级准备要毕业的时候就来比赛，因为那时候学校要实习，所以我就选择来节目中直接实习。啊、哦，对，哦，那是你的实习的选项哦，就是我可以把这些当作我的实习的论文写出来。结果实习了一年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学校实习就是半年到一年，所以你的那一年的那个比赛就是你学校选择的实习的、那个、经验，那你不是应该得到1000分吗？没有，也没有那么高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很特别，就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因为实战经验嘛，那这是我想走的、哦、表演艺术，然后就直接去参加一个选秀，真的提供给一些那个现在的那个大学生，他们在选择实习这件事情新的思维，我不知道有没有，至少我第一次听到，就我们每年会接触到很多的实习生，因为那个就是算一个成长，因为选秀真的很难。哇，你选秀，哎、欸，但你也要刚好这路来比赛，你就说我想要去超级红人榜实习，结果事实上就被刷掉，就也不用实习，那就去当幕后人。对对对，就是刚好有选到，然后就可以在实习的过程也一起参加、哦好酷哦，所以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是因为他的状态是一直在精进自己，然后就是一直在压抑中成长，这样你看得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努力，想要用自己的表演方式，然后帮自己创造出一番事业来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现在就是没有进步，所以像现在我跟公司或者是跟节目制作单位，我都会说，像每次去大热门，我都会说我希望我可以学什么。然后上次就学，像我去比赛的时候就鱼摆而已，一个节目小小中的一个单元，然后我就说我要学钢管，然后我们就自己花钱去学钢管。天哪，我们今天要让他学什么？不然来学个什么，做个花雕鸡好了。因为刚刚想说，我们这里只能聊天。哎，我真的最近在主持一个就是做菜的节目，认真的、哦，这认真的。然后我就会开始学习、啊。那我们今天都没有让你学习耶，就是没有啊，有学习就是正能量，正能量吗？嗯。你不是正能量天，我、哦、一直聊天。对，就是、因为学习点灯好了，就是点亮大家光明的前程。学习旁边有那么多正经的人在做事，然后我这么荒唐。不会啊，他们还是没有把你当成一回事。对，他们很厉害。当然，他们这边有，而且有人戴起耳机来，决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来跟你对抗。他觉得你好吵。你看那个人，制作人就戴耳机，他就完全没有要听你声音的意思。没有，你不用闭嘴。他已经关上他的耳朵，所以反正我就觉得说，每一次都可以学习不同的东西，就是进步。然后我逼自己，然后如果大家看到我没有进步，其实就很快被淘汰。看你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呢、欸，你在那个电视上啊，可以任由大家蹂躏你，但是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些留言，你就会在意。真的，你知道，因为我电视上的时候就是可以，还是可以开玩笑，因为本人面对真的超 over 的玩笑你都可以接受、欸。回家我就会哭。开玩笑的，没有啊，没有。那谁欺负你最惨？没有啊，没有。演艺其实大就是演艺的人都对我很好，只是路人。你知道我有一次被路人都是路人欺负，路人也没有欺负我，就是很骂我，很骂你。也没有他很骂，就是会可能那就报警啊什么的。客气什么？没有，我就不会报警，我就会就是想要忍住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没有报警，他是叫保全而已。没有，我就把他打上网，泼上网，泼到爆料公社。所以有人霸凌那个就常常之前就可能会有这种负能量，可是后来我都还是就是一下就忘记了、嗯、其实没有留太久。常常有人在讲说在那个公众平台当中敢在那个地方就是开玩笑啦，然后很开心的，其实私底下都有一些比较就是自己阴暗一点点的心情，因为把快乐都给大家啦。你少在那边牵拖别人，自己喜欢在那边散播，没有，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你知道，一个月一定会有一些小忧郁，可能觉得自己又哪里，你是说那个来的意思吗？哪里不够好，然后就觉得说自己还有地方怎么会还没有完成这样。是，但是你在做很多的事情，应该都是经过自己。不要说缜密的计划，可是你一旦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应该都已经下定决心了。对，就是已经先想好了。你就是一个不会往，就是你的指令没有向后转这个东西。对，
我不敢，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已经现在这样了，像我妈妈可能就会说，哎，你这个月可能没有工作，那你要不要就换个别的跑道什么？我说没有办法，我人生就只会做这个。因为我从高中就学表演，然后大学、一直到当兵的时候也是去反毒大使，就是帮就是那些照顾老人啊表演给他们看，几次的学生表演给他们看，然后一直到后回退伍以后又回到演艺圈，所以其实一整个路上都是往演艺工作上。那你还有在教舞吗？你不是一个很棒的舞蹈老师吗？现在还是有啊，有在教一些培训的新生，然后之前也会帮艺人排舞。那你有收钱吗？当然是要，对对对，老师咋那么讲？是做功德，我听你在那边。不是不是，功德是反毒。你教舞蹈应该很贵吧？你不好说，还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分，因为艺人的身份，可能我就会把它放在艺人身份。舞蹈老师的身份，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经验值跟不一样，不能成正比。我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艺人的等级多高就要收多少钱。没有，怎么会这样讲？应该是说你跳舞的那个水准到多厉害，你就可以这样收费啊。我不是，我是看我在这行舞蹈的教课经验。这样讲了一个小时好像200块，那等一下全部都爆满了，这样怎么办？也没有200块了，还是有一点点钱。这样子，人的身价永远都是最大的秘密。对，所以就是吃小瓜的意思。对，但是因为又刚好是因为之前的有些小学生们帮忙，才让我这个舞蹈的位置。所以你的主要的那个学生都是小孩，你是这个意思？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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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大人。你都教那么性感的舞蹈小孩，你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讲，小孩现在越来越夸张了，不要把魔爪伸进去。没有，他们越来越荒，越来越荒唐。你知道现在小妹妹看到你就会说。老师，怎么这么坏啊？这个妹妹怎么坏？真的？那你演一下好，你演一下小学生看到你好了。然后他就说，穿戏精上身来。老师，我想要学那个周芷宇的新歌，很性感那种。然后就是摆 pose 那种 vogue。所以他跟你讲话没有一分钟是安静。对，然后我想说，现在小女孩怎么越来越荒唐？因为他知道你教了周芷宇，所以他就这样子吗？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有很多韩国的，哇，你是名师耶，不是不是，韩没有没有没有，他自己努力的，他韩国就很多一些性感的舞蹈，然后就让那些妹妹就看，然后就想要学他们，然后现在很多妹妹就是因为我教过子瑜的关系，她都会直接跑来我 Facebook 说，老师，你教过周子瑜对不对？我要当明星，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啊？也不是给我教就可以当明星啊，我自己都起不来了。没有，我觉得你有一项专长就是，其实我刚看了你的留言。就知道你的表情，刚刚来不过就是一个留言而已，但他竟然可以在那个地方，他真的就是这样啊。他说我要，所以他们是给你用那个影像留言，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文字，可是他就会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要当明星。你多荒唐啊！你们，你们看看这些人，他都不知道你是多么认真的那个在这条路上，后来我就有出来的，我还特别开直播说，各位小朋友、小弟弟们，你们不要觉得我就是会带出很多明星，然后就是如果他们就是这样觉得、啊，对，然后我就解释，我就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现在就不需要在这里啦。你这里有什么不好？不是不是，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还要就是那么的轻松、或者是好像很轻松就可以当明星，就不用那么累这样。然后他们就下面就开始留言，他骂我，他说你不要。毁了我的梦想，然后我想说，我是在跟你们讲现实面，你们干嘛？你今天真的很适合来讲，你很适合去开一个类似像就是星海罗盘这种节目。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讲一些正能量，是他们骂我、啊，他说我就是要当明星。哦、好吧，那就不要太理会他们啦，就随便他们去啊。没有，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他说想要学我，找我学跳舞，就是说你先学好基础才可以学我的歌。哎，像一个舞痴要在你的调教之下，要多久才会成为一个可以上表演舞台的人？可是我通常速成班，所以我如果今天、哦、因为像速成、哦、就像玉林哥他们也都给我教过、哦、所以就是我都会速成，那个是艺人那个不一样吧，那他们不会跳舞啊、哦、就是我要让他变得好像很有样子的感觉，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技巧去带过，如果是这样的速成班的话，就是大概可能一两个月可能就可以了上台表演。速成班也是要2个月，各位亲爱的朋友，对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底子让大家一出场就觉得你有会跳舞的感觉的这个部分、啊、至少都要2年以上，真的、哦。因为你看子瑜去学习，他也是学2年，他才出来的、啊哦，他不是马上就去就是那个。啊，那像我们这种就要大概5年，也不用啦，你可以出别的啊，比如说那种。我觉得你就是不用先拿这件事情。的这种也可以啊，爬啦、就是跳一些就是拉拉队的那种。对对对，那很快就是5分钟。我想要跳 2PM 不可以吗？啊、也可以耶，哇，你好时尚、啊。你以为只有你会在那边跳很厉害的舞？BTS 也可以 ，BTS 现在也 OK, 有点难，现在他们越来那个越来越
就是重疾的那种东西要越多，哦、的越来越多，对。不好意思，现在不专业。女没有没有没有，女生也现在走这种风格，就是、啊、最近都男比较少性感一点点。对啊，现在跳舞跟之前那时候又不太一样了。对对 对, 對, 對，因为现在比较流行是 hip hop 啊、饶舌啊，有态度的东西，所以大家的东西会比较重。而且我觉得现在比较，现在感觉比较又不一样，现在衣服会穿比较多。对，因为现在不是性感的部分。对啊，我觉得这样还不错。然后那个其实，在那种全应就是可以更认真的看到你的技巧、技术、专长、嗯，对不对？这对舞者来说是另外一种尊敬。然后今天我们要尊敬西小瓜的，也不要说尊敬啦，不用啦。就是接下来这个是你这次的 EP 当中，就你刚刚说走在一些边缘地带的那种，是二十五进，差不多二十五进的一个，少在那边拉高人家年纪，里面的十二进，十二进可以看哦，真的对啊，那十二进不可能，就是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现在请你们离。请你们离开。好、啊，我的粉丝有很多小朋友，不用离开，就是听到那个字自动转换成就是很有趣的歌词。比方说，比方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上等好货、哦，好货他们哪懂啦、啊？货、哦，上等，上等好人牛排，牛排或是什么之类的。我上等牛排好。对啊，哇，我可以业配文嘞。对啊，而且西小瓜这首歌的那个点阅已经就是。算有一定的数量了，对，因为我们都没有钱花在这个宣传上，浪费去，就是浪费钱去买点阅率，所以然后现在大概，哎、啊欸，我今天看，我应该没看错吧，好像四十几万，几天而已啦，也不久，啊，两个月了，两三个月了。不要这样说，你没有特别在做其他的那个广为周知的一些那个宣传，因为电视其实蛮没办法这么的打这首歌，虽然你就是做了很多让自己可以上新闻的事，但他们都不会去写到你的歌，就是只有报道你本人而已。对对对对，好，这首歌名我不好说，对啊，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人。那我就由我本人来说，这首歌就叫做《上等破》吗？它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歌曲，希望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MV， 然后这里面呢，在网络上的留言，大家对你其中的舞蹈跟造型真的是诸多好评，赞不绝口，有到赞不绝口，而且是真的、哦，真的，真的，真的，他们就已经把你神格化了。没有啦，我当然知道没有，我就是随便讲，这是主持人的话术而已。看一下上等破嘛。早上洗跪下，不是为谁洗澡，不是乱想引诱。他们看来可笑，背着头上几刀，要去真下洗脑。我能练习舞跳，别来跟我比较。我破马上能搞，别发现弟子不差。我破马上能打，别发现地图差。健身是不为交情，烧热老娘生气，老子开始不怕压力，我越破越高兴，新规则来代替，自傲无二度，万招对付学人精。刚刚我跟大家打招呼，哎，那是我的好朋友。就在这种上班的地方都可以这样，你很自在，自在啊！你今天来就是一个老朋友的见面而已啊，有什么好不自在？然后这歌怎么可以不看 MV 呢？他们说女装漂亮，男装帅。对，大家突然喜欢我，而且突然间，对对对，然后他们说，请问那套衣服什么时候要售出？但是你要发了哎。那是怎样的？你特别去找那个是我们设计师设计的哦，所以眼光也很好哎、欸。所以我这张专辑有设计了大概九套衣服、然后都是全部都是。你才出两三首歌的 EP， 然后钱都砸在衣服上，你真的是一个很奇花的人。不是，因为我算是变装皇后，就是想要走一个比较前面的路线，是服装就一定要比较彩礼的规格。像那个罩子不是去职棒那边借一下？不是，那是狗狗的。哦，这个你是宠物店拿的。你也是蛮节俭的、啊，开玩笑的，那真的是一个手。就是、我想要你可以跟捕手借一下那个，然后他们把它多的剪掉，你就好了。不是啦，
那个是手，就是手工一个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这套男装是怎么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不是，因为这套男装就是很流行的韩流的风格，所以大家就会喜欢，想要购入，是真的就是想要自己下穿。有啊，我真的全部的留言都在留说，请问这套男装什么时候你要试出什么？而且我朋友就真的认真想买。我跟设计师一起，就是他们有自己一个品牌，就是我们舞蹈这些老师们自己的品牌。所以他其实他们真要去买也买得到，就对了。对，因为像他们舞蹈老师们的衣服也都是他们设计品牌设计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比较舞蹈老师可以跳的。所以你等于做了一个作品，然后是把好朋友的力量都集在一起。对，因为这张专辑其实我都找了非常多好朋友一起帮我一起做，因为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有才华，他们就是我们是表演艺术系的同学，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做到很多不一样的工作的环境，他们能力也都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想要一个业界结合，就是我想把我身边的朋友都拉进我的一个就是那一套那个像嘎嘎那种衣服那一套呢？那一套是你另外自己都是从三套都是同一个设计师做的，好酷哦！然后我总共专辑，所以他有做女装也做男装，对，他也做日常服也做舞台服啊。对，他其实也做王心凌啊、九令他们的舞台服，然后演唱会的衣服。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自己剪裁缝的那种师傅，他自己有一个裁缝师，不是什么成衣店那种量，没有没有没有量贩量产的，不是。所以他如果今天你说我要那个我刚刚那个帅的衣服，他就是手工的，你知道我裤子那些破洞他自己刮的。有啊，我刚刚看说那个破的很有艺术感呢，然后就是很破，都是他自己亲手刮的，就是你自己乱弄的、啊，丑死了，这就是路边卖，乱讲、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让他唱这首歌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今天穿的不可以这样跳舞，因为今天玷污了自己的 MV， 男生的状态。就是他今天除了那撮头发以外，就这套衣服就穿出去也没有人会让他试出。不是因为上的破码，他真的是比较，因为那个是、就是最近为什么会回归到这边，是因为接下来就是第二首《娇滴滴》跟第三首歌，其实都是要以男装为主，是上的破码才是女装，就其实有分，所以因为想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表演也做一些改变。调整吗？所以第三首歌也不用到改变吧，因为那个东西还是很迷人的啊，还是你很厉害。因为可能我觉得在还是说带那个衣服出去换装太累了，你有一点点这样装，我就知道，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出来，一个艺人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想的都是方便。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很像 Lady Gaga 那套衣服，是啊、它是独角兽，我的头上戴了一个角，那个是独角兽。其实这整张专辑想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帮，比如说同志族群说话，所以我就是这个独角兽是在国外是一个神兽的代表，属于彩虹的一个代表的这个象征，对，象征。然后所以我就把衣服设计都是设计成像独角兽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头，然后整个妆感都是彩虹的部分，然后有星星，然后整个发色也都是梦幻的感觉，然后所以整个服装都走七彩的路线，也花了你很多的巧思。对，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想要跟大家传达的理念在里面。我相信是啊，所以刚才一直讲说，哎，这个 MV 应该让西小瓜出来，那个就是播了以后让你好好跟大家聊一下。然后他一进来那个场站就说，我跟蔡依林在同一个地方拍的。然后我就说那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你说就是刚那个嘉颖哥说我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很美这样、啊啊、我说哎、欸，就是蔡依林我拍 MV 一模一样的地方，一模一样。然后他说哎、欸，可是不一样感觉不出来、我就说因为九令是晚上拍的、然后我是白天拍，是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白天拍、是因为故意要跟九令不一样吗？我说没有，就是只是单纯的买不起那么多灯这样。你终于恢复正常了。我觉得让你自己讲这个笑话真太棒了。 就不能 晚上拍，因为那很多钱。我知道灯打，所以我们就早上大概五点就出门了，天然光，然后回去再慢慢调就好了。天然光，而且我那时候拍 MV 多荒唐，我穿了这么的就是浮夸，然后阿公就这样经过，好像说我到底是谁啊。然后我还要很有自信这样，我碰啊上得好。然后阿公这样一直这样，阿公听到你讲那两个字的时候，对，就想要过来呼你一巴掌。阿公，然后最后其实我在拍 MV 的、你看到的是我正面嘛，是然后外面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有一群人围着我、真的。那你还怕什么？你这个人因为那个新歌啊很没有听过，大家想说我到底在唱什么。是啊，而且那种表演上身的时候旁边大家都是观众啊。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是讲这些状况呢，西小瓜就恢复正常了。他就是一个开心会让人家觉得开心的人，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他自己心里就是
你的生活其实过得很有一些你自己很实在的步调、嗯、对，我刚才问他说你钱还完了吗，就是我之前那个助学贷款有大概七八十万，对、啊、对，然后但是现在才还了35，你有认真在还吗？有，因为台北生活好辛苦台北赚不到钱啊。没有，不要这样说，我只是想说，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人都有一些梦想，然后也想要在这条路上自食其力，然后你是一个从念书的时候就不想让学费成为妈妈的负担吗？对，哇，不要哭了。为什么？因为你很认真要就是我是打扰这个事情。有啊有啊，所以我今天想要他，我就看到 rundown 第一句话想问他什么，我是想说那我来问他钱还完了没真的很难还不会啦，没有，因为其实台北真的辛苦的点是 你的每一个月还要房租，然后你又要，而且你应该还有给妈妈一些贴补吧。对，因为我妈妈就是最近还做一些微整我觉得你妈真是要死在我说是一小瓜的妈妈她已经要还学贷你还去做医美不是我要没有，我要让妈妈漂亮好。对，讲到这个为什么呢、哦、是因为我跟我妈妈说其实我发片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我每一年都给自己一个目标，是我要一个新作品跟一个音乐会、啊、小小的音乐会没关系、嗯、可是我每一次音乐会都会让妈妈上台表演，因为我妈妈她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想要当歌手，只是因为那时候的年代可能还是以家里的工作为主，不觉得是演艺工作是一个工作、嗯、所以他们不觉得那个可以让她去执行。天哪，你这样在帮妈妈那个就完成梦想达成小心愿，所以你每一场的表演活动特别嘉宾都是西妈妈小瓜妈，她叫小瓜妈，对，不要这样子。她自己有可能后来会取一些艺名，然后可是因为她现在就觉得，好，我老了，我现在她说每次打电话来说，宝贝啊，那个我最近妈妈好像有法令纹，带我就是去微整，然后我就说，所以是要我付钱吗？她说，嗯，我的生日礼物，每一次就是妈每个月都在过生日，对，然后就是还是会付，因为我就觉得跟妈妈说，妈妈你要准备了，因为最近就可能会找她上节目，帮、嗯、我跟我一起发声啊。或者是宣传的时候就会一起找妈妈，这是一种特别的跟妈妈互动的方式。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如果知道我在这边讲这件事她会发火、哦、为什么不会啊，就是把她秘密讲出来。那有什么秘密，这是你们之间那种相处的就是很可爱的一种专属的互动。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嗯、因为妈妈所以钱还不完没关系，但是要先帮妈妈找到你要先去代言跟什么医美，妈妈去就可以不用钱啊。不行啊，我妈妈现在还没有完成，你认识那么多朋友，然后就问一下哪一家可以让你这个省一些钱。当然啦，为什么不，然后跟妈妈说妈平常要敷面膜，不要老师都要靠医美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妈妈都支持我，然后但我也要回馈给她，就是她想要什么就都给她这样。嗯，西小瓜用这个名字，想要用这样的西小瓜这个名字要走跳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们就是可能现在看到是西小瓜这个名字，西小瓜其实是回她比较在我自己把它分类在女装，然后变装皇后的部分。哦、但其实我的本名叫谢文杰，谢文杰。但他自己有出了一个单曲，叫做《舞动女装》。你是双子座的，还是巨蟹座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6月29吗？哇，你好发了我一切，怎么这么赤裸？那对啊，你以为你们在前面这个衣服都是穿假的、啊？我当然就是有好赤裸、啊。对，因为那个是就是我想要有分开的感觉。谢文杰想要认真唱歌，然后做一个比较抒情自己的感觉。嗯、然后西小瓜就是真的变装的，可是娇滴滴。是西小瓜，谢文杰是无动于衷、欸、但他很华丽啊。西小瓜啦，你说娇滴滴很华丽，有他有穿一些西装。天哪，横条纹就是华丽，还有粉红色，你对华丽的定义好。没有，西小瓜就比较偏女生，他在 MV 里面当女生啊，他、就是啊、不穿男装，但是就是你知道，尤其那个同哦，你有一个，你是用这样的设定，反正你现在告诉喜欢你的人，看到你的表演说，当名字出现谢文杰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有一个新的规划、新的想法，要用这样子男装的方式做呈现另外一种的表演。看到西小瓜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回到哪个，就是让大家一直去。另外一个身份记得，就是你在这个变装表演这件事情上，其实还是一直在精进自己的，这很辛苦哎、欸。你一个人要一直都准备两套的、啊、我跟你讲，我搬家，我家真的好多衣柜哦，因为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男装的表演服装、女装的表演服装，很敬业，然后还有自己的衣服。爱买，他们讲的跟什么？没有，我真的也没什么钱。
真的，好不容易攒一点，妈妈都会打电话来要生日礼物。对，但是因为我都会把，比如说这个工作可能有多少钱，那给我多少钱，我就会把那些钱挪去做，就是表演的准备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看每一次不一样的服装。基本上上节目的服装表演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是啊，而且你好像27号就会有一场表演在台北，对不对？对，就是最近都会在那个信义货柜屋里面，就那边有新的一个货柜市集。然后听说你当天27号晚上8点会搭在那个货柜市集里面正中央的舞台。对，然后哇酷哎、欸！他们就是会专属我的主场，所以都会有两个时段让我演出，然后都会两个时段对唱一些自己的歌或者是一些、cover 的歌曲给大家。哇，你都 cover 谁的歌？蔡琳啊，就是你都跳舞而已吧？你还是真的有真心唱？真的有唱，因为我最近其实你我的其他歌像跳进来我配，我都会把它再 remix 到不一样的感觉，像 Bad Boy 姐妹就是把它重新的改编、变成一个另外一种风格 EDM 的感觉，不是原本的那个状态，对啊，所以我觉得喝一下水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要唱歌了。对啊，不然呢？等下时间来不及了。也不是，我是提醒你，因为你我没叫你喝水，你一定不会喝。然后你就上去唱了。我现在就是要唱，然后又很惊，然后又乱跳舞，又把水杯踢倒。你很认真的规划整个一切。当然当然啦、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就除了聊天之外，也没有什么好让你在这里做新的学习，所以只要让你做一些打扫的礼仪啊，在这个地方表现很干净。我懂我懂，那边要踢倒水杯，然后如果可以再翻跟斗的话，我们其实也非常的欢迎。好，但接下来这首歌好像也没有办法翻跟斗。这首歌好像是非常抒情。对啊，就是谢文杰的歌。谢文杰的歌，你跟他有点熟吗？还是其实跟西小瓜比较熟？谢文杰比较熟，谢文杰是私底下的我，他比较非常安静，然后非常悲伤，然后负能量。100分，天哪！这个大骗集团，他就是比较谢文杰这个人呢，他就是比较忧郁，然后你有那么忧郁哦？内向，你是因为平常太开心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快乐都送光光，我跟你讲，因为真的，我只要穿上高跟鞋，化上那个妆，我就变另外一个人。我等一下叫人家帮你借你穿几号的鞋子？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女同事最多，24号吗？来人，拿去八楼新闻部给我们借主播的高跟鞋，给他拿出来。我跟你讲，因为那个就是我穿上高跟鞋，化上妆，我就真的变另外一个，所以他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另外一个自信的包装。但谢文杰他就是比较内敛单纯一点点。是啊，第一首歌叫你现场的演唱，在安大明星里面就让你来唱一首抒情歌。我们刚刚从开场到现在疯狂了快50分钟了，这么久，我赶快来唱一下。也不用赶快唱，就是我们会让你好好唱。好，你要唱这首歌是去年发的一支单曲，前年2016、前年哎、真的五月，算算现在都2018了哎。天哪，还用前面的歌出来骗我牙的钱，这个人没有啦，那时候也没宣传到什么。真是的，希望今天让你这个歌唱的这一件表演的那个内容也得到大家全新的认识，而且唱抒情歌哎，有点酷哎，很紧张。这首歌要配什么舞啊？那首歌没有舞，它就是流眼泪这样子。不用流眼泪啦，你敢在那边唱到酷，我就把你踹出去。好，那我们要欢迎谢文杰来唱歌，要唱这首歌叫《无动于衷》。好，欢迎谢文杰，耶、其实好害羞，有什么好害羞？害羞对大家唱，真的，你第一次在那么有观众这么多，你要为27号准备啊，不是这样子吗？开始嘞。想说话，沉默代替你的谎话，深不可测的眼睛隐藏着千丝万绪，另一个你歇斯底里，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忽明忽灭的灯就像是我们的爱情，别说话，帮不上什么忙，放不下，迟早也该放下，没理由让故事继续美满到结局，让眼泪慢慢流。
造成我，却只是一场梦。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过去的我太温柔，投入你的怀中，现在剩下什么？怔怔的看着我，你却无动于衷。怎么了啦？没有，我要听你唱歌啊！ Uh-huh. 你不就是让我们来听你唱歌的吗？谢谢。而且你唱抒情歌也是挺有两下子的嘛。没有，就是因为真的是这个首歌是写给当时记录一个自己发生过的事情，是就是可能你曾经一定会有爱过一个人，但你后来发现其实那个人是不爱你的，但是你也付出很多，可是可能那些都是假的，所以就会觉得说，过去歌词就像过去写的是过去的你太温柔，温柔的抱着我，却只是一场梦这样。哦，那所以他有骗你。对，遇到一些诈骗集团。没有啦，就是好朋友啦。这个西瓜是写给诈骗集团。就是写这首歌，其实也点阅率很高。那时候其实没有在宣传的状态下，这么大量跑宣传，还有点阅率好感人。我刚才这边还想说，如果跟你讲说，西瓜如果这首无动于衷啊，最后是别人帮你唱红的，你会不会有点那个觉得？也不会啦，但这首歌写词曲就是那个。千娜的不曾回来过的词曲，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厉害会写这种歌曲的人。对啊，说不定哪天就是有人在什么那个什么叉叉那个什么那么好声音啊，或者什么什么。啊，也没关系，至少这个歌红，大家看MV还是会看到这个人。然后他们还会打个原唱谢文杰，他们想说到底是哪个人？对，然后他们就什么大叔谢文杰，然后结果谢文杰原来是西小瓜。对，就是想要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天啊，你人生好不容易可以成为那个演艺圈的第二个瓜哥的时候，你突然就决定男装要叫谢文杰。但是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喜欢男装，让我觉得哇有点感动，因为其实。一直女装是因为我想要改变大家对我的看法，因为以前一定会遇到一些负能量，可能会骂我人妖啊、娘娘腔啊，这些都是因为这个表演。那因为那时候我想要表现给大家看的是，国外有变装皇后，台湾也有，这是一个变装皇后的样子。那谢文杰就是非常认真，想要告诉大家做某一些事情、坚持梦想的状态，这样。所以听起来你是很幸福的啊，你一直以来就是坚持做你自己。
然后你都如愿了。因为我觉得我身旁很多人帮助我，是啊，就是，因为有人要坚持做自己还不一定做得来耶。对，你喜欢变装，你也不一定有舞台可以去表演，然后你上了舞台又不一定跳得出来，你跳得出来又不一定会得冠军，你得冠军又不一定会受喜欢，对，你受了人家喜欢，你又不一定教得出其他人可以当一个老师，你当了一个老师又不一定教得出周子瑜。其实你蛮厉害的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不够好什么。没有啊，常常不够好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而已啊，就这样吗？因为我每就这样算一算，你每件事情其实都还蛮有成就感的啊。我自己不会去羡慕自己这些成绩，就人永远就是看，对啦，别人来看我们都觉得我们样样好，然后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去的位置，这样子。对啊，我要哭了。怎么就哭啊？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会啊，你真的哭了？不是，因为我常常会觉得，啊，没事没事，卫生纸我收回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想做很多事情，但我身旁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些事？是因为我身旁很多人跟我说你很幸福，你很幸运，我要向你学习，我不觉得我自己的表演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感受。突然有这样的留言的时候，就我就觉得，啊，天哪，我可以带给你动力，然后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影响到你的人生。可是真的回头来想到自己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心酸。就觉得其实我算是走在很第一个做这件事情。有啊，你走在很前面，而且在很多年前就走得很前面。所以我一直在挑战大家对我的观看跟尺度。你也很勇敢啊，就是，而且他也很勇敢，谢谢谢谢，用一包剩下两张的卫生纸来给你擦。没有没有，很多张啦。但也还没哭，没关系。就是因为我想要给大家的是，其实有很多人想要做自己，但他们的人生不一定可以支持他。那我的家人，我妈妈非常支持我，她告诉我一件事，我就很想分享给大家。你说，她说，如果你可以把握你现在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机会，你就不要放弃。不管他今天爱的是男生或女生，不管他今天的状态是什么，他都是你的孩子，你都会爱着他。如果你今天限制他，不爱他，或跟他就是不好，处在一个不好的关系，等到了爸妈总有一天会离开你，那时候你就会带着遗憾离开，而不是幸福的离开。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把它分享给很多人，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妈妈比我还有正能量，就是她觉得不要因为某些事情纠结在那里，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少了相处的时光。所以你幸福的来源就是有一个很走在时代更前面的妈妈，这样。因为她其实我是单亲家庭，是我妈妈比我更辛苦，她一个人养我到现在。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变得很想要不被看不，就是我们不要被看不起。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是谁。那他当然他自己可能也许知道我们状态，但我们都互相不打扰对方的生活。那我一直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单亲家庭以前在那个时代是不被看好，可在这个时代大家已经无所谓了。所以就是时代会改变所有的观念，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好，那我要再更做多一些为大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妈，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你要帮单亲家庭的人发声，而我要帮这些跟我一样有状况的朋友们发声，这是我们两个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那不是状况啊，那是一种人生。对，就是让大家看到我其实可以有人可以去一起站出来跟他们说，啊，我们跟你们一样，不用害怕，这样。是，所以我就很感动。其实我们家 人就是被你感动的哭了，他要你写梦想版啊。你可以待会再写，因为太突然的告诉你，没关系。你的人生一定有很多想法，但也不用，就是其实带着使命感也是蛮辛苦的，就轻松就好。你看你那个嘻嘻笑笑最可爱啊。对对 对，但因为那时候是，但你这样哭哭啼啼的也是导播很爱拍啦，但还没有哭出来，就是，一直收回去。因为我不是我其实有很多話，我就说吧，我们今天就是聊聊天，就在那边就点灯了，怎么办？就在点光明灯。哎，天哪，我都没有让你真的砸派，我好对不起你，喔，我真的坐下来就會，你好适合在这个地方玩一些什么那个泡泡什么，没关系，有时候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我们没有很想看的这个，我很想要上一些，比如说那种叫真情指数那种。我们这有，我们这有。啊，这就是这样的，我一直 很期待，就是终于可以让大家听到我内心的话。是哦，我们有这么，天啊，我们也是一个正能量的天地。是啊，因为你就是
因为一般的节目、就是、我那边就一直讲话而已，辛苦你了，就是不会不会，歌到现在只让你唱一首歌。可是你知道我去校园都是一直去演讲，然后分享这些故事、然后可能从小的霸凌啊，然后到单亲家庭，到大学，到进入演艺圈遇到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可是这些苦我可能都是放在自己心里，都没有办法抒发。是，所以可是抒发的状态就是去玩，然后看到大家工作。你今天讲出来以后，然后明天开始你又是一个那个强大的谢小瓜。对，因为等一下就忘记了。哎，对啊，这部都讲完啦，然后就是心里头也得到一些舒压了。嗯，但是因为我每一次，然后27号就会很那个金光闪闪的登上那个信义那个 A7 的货柜市集那个。因为跨年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演出，然后我就你就是完全没有在理会我们三立办的那个市府前跨年演唱会，你在那市集闹什么闹啊？我有去啦、哦好，我有去跨年那边，然后我在赶去那个。101那边，然后我就说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什么的歌手也是可以去，但老娘今天就在这边他们应该就是挤不进去，然后就到后柜室里面取暖。对对对，他们就说、没有，如果看到101、挤不进去、我说这边还有洗澡馆可以看。你也真的是蛮所以那时候很开心大家都有来看、所以决定27号就加演一场，就在那里就是一直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因为住不到市府前摆一个舞台，没有钱，我们很穷然后我们像我们在可能这个月也会在西门办一个小型的音乐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这样子。就当你那个离开了那个跳舞的地方，然后突然间发了专辑，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就你的表演多了一个项目，然后就希望就是可以如你想要去规划的那种你要安排的方式，一直的这样子去帮你想帮的人。对，我一直很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有啊有啊有啊，一定可以啦！不像他们都这么坚持，怎么可能你都不放弃的？这些人就是也未必他们就是在明处暗处，但他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到你的诚意、其实很多不管是工作人员或者是演艺的前辈大哥们都很棒，他都看到我都会说加油。像你知道我昨天只是为了要去买一个朋友生礼物，然后去百货公司，然后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姐姐，她就是资深姐姐，可是她看到我的时候就会介绍给那个客户，天哪，我会哭，然后就说，她叫西小瓜，然后她，她叫西小瓜，她很努力，你要多多支持她。其实我只是给她买个东西，她没必要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是一个客人。可是她却说，就是因为她跟一个妈妈讲，有了，够了，够了，她跟一个妈妈说，就是她很努力。一直就是都做着演艺工作的事情，很辛苦。然后他说，希望很多人继续支持他。然后我就买完的时候，他就叫全部的柜姐说加油，西小瓜加油。然后我想说，天哪，也太感人了吧！真的，你应该在那边刷很多卡。没有，我本身也没有接，因为那个是要买给朋友，就是思雅的生日礼物。就是我对朋友就是很好，我就会想要买好的东西给他们。然后可是突然就是得到了这个温暖的祝福，我内心就是真的有啦，真的有爱的人都会得到别人的拥抱，而且是真的被那种比较以前可能是活在传统观念的时代的人。支持我，我觉得那个动力会让我更开心。你干嘛把他分传统跟现代？他已经走在这个时代。对不对，不是开玩笑，就是他有活在这个交替的。是说你应该，你可以想到说，其实就是你带给他们新的想法，这是你的那个正能量，那个发送到他身上得到的效果，怎么办？你现在哭成这样，可以唱歌吗？节目要结束了，再不唱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你唱。可以啦，因为就是我等一下还有别的事一定要唱。我真的觉得后面还有其他通告。好，那我们再来让你唱叫弟弟。对，这首歌其实大家刚刚看到 MV 一开始的时候看到 MV， 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是，然后它其实是非常现在流行的 EDM 或 Future Bass 的路数。那它其实想要告诉大家是每一个人在谈恋爱当中一定会有公主病王子病，那这个就只对他的爱的人才会有，他其实是可爱的。这就是一首你比较新的作品。对，最新、然后鼻涕醒一醒，然后准备去叫弟弟一下，叫弟弟唱完我们就节目就要即将结束了，说拜拜。 好感人，我还没聊好多故事要跟大家讲、真的吗？天哪，我们这里突然间让你就是整个话匣子打开了。对啊，怎么办？周子瑜什么时候要跟你一起来上节目？他最近有发专辑，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发专辑的次数非常的多，大家有多作品要多多支持哦。那他最近真的很，因为我还是有就是有跟他说，就是他我们还是会聊天嘛。会啦。那还有就是
看到我的专辑，我觉得他也有来挺你啊，就看到你的一些那个发文，还有一些报道都写了。对，然后人生得到就是别人的回馈，也是一种另外的幸福。他还说，就是他说，我说我，因为他都送我 CD， 我就说我要送回去，他就说好。他等他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拿这样。那我就觉得天哪，好感人。对啊，你就得了一，就是教了一个名人学生，也是一种你的那个福报。没有没有没有，他自己努力。对啊对啊，但是他一定记得你，所以这个也一定是你做人成功。我们不用再这样一直在这个纠结一下，没有，这里面没有纠结。等一下你才要唱娇滴滴。对，现在是要轻快的感觉，所以我们情绪要回到很开心的感觉。这首歌叫娇滴滴，是一个浪漫的歌曲哦。来，欢迎谢小瓜。好的。怎么这么一个情绪化转折的一个节目？是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节目。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在这个地方放一些什么让你在那边洗澡的画面。这首是很可爱的歌，情人节的时候可以听。我曾是不起眼的小鸭，在你眼中我连成无家，是有了变化，是什么好运让我遇见你，少了什么想让我遇见你，是什么引力让我们都无法彼此抗拒，他爱我娇滴滴，难舍难去，让我一窥究竟你的心，他爱我娇滴滴，好运让我遇见你，少了什么想让我遇见你，是什么引力让我们都无法彼此抗拒，他爱我娇滴滴，难舍难去，让我一窥究竟你的心，他爱我娇滴滴，小鸭现在变成了个童话，他爱我娇滴滴，难舍难去，让我一窥究竟你的心，他爱我娇滴滴，没有心机，我的温柔只让你驾驭， Oh baby, Oh baby，谢谢。你果然那个踢到水杯的，果然跟我今天预测一样。哎、哦，有吗？没有了，没有。有，对不起，没事。谢谢。好，就是谢谢你今天来，然后我们这样子聊天、唱歌、看 MV 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有把你那个、哦、就是最近的一些表演的那个很棒的一些内容都跟大家分享。对，然后还是要在最后跟大家宣传，因为今天真的太就是我下次会再补专辑，因为我们专辑就是全部都上架、已经铺货了、天哪，就是卖光光的意思耶、对，卖到家里没有囤货。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朋友竟然会愿意说我买100张，我说哈，你好有钱、真的一张多少钱？没有很多啦，就200多块，但是大家就很用心支持我。100张200多块也要2万多耶、
哦，真的假的？啊、不然呢？哦，好多，也还真的，我觉得很多。然后他们愿意这样买，就拿去玩就学贷款多好。对，他们就是到时候公司还会再给你，然后补给你。那这张专辑叫做《支配》，他其实想要告诉大家是，你可以支配自己的人生，决定权在自己。然后你要去多多的去分开自己，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都由自己的手去掌握住。然后里面的歌曲有三首歌，叫《上的破麻》、《娇滴滴》跟《Kneel Down》。Kneel Down 其实就是叫你。崇拜的意思就是全部人跪下崇拜我，一个女王气势的歌曲，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唱片行都上架了。然后，而且还有香港的朋友有在问说哪里可以买，然后就是可能博客来一些地方都可以有上架，这样网络上还是可以去买到这个作品这样子。他终于最后就醒过来了，身为一个主持人，他还是不免的用了一个连环炮的方式。连珠炮就讲完自己的那个介绍，因为我们老板在那边看，哦、老板他会骂我，不会啊，哪会骂你？他今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然后谢谢西小瓜今天来，现在在三立新闻网上挂在页面上的有11000人，希望他们都看到你今天精彩的演出啊！不然你以为我们哇，好多人哦、啊，你以为但那么多人在看我在那边哭，也还好，因为你刚刚在哭的时候大概是12000多啊，真的，你哭完把人都吓跑。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来三立新闻网来参加我们的安大明星，好谢谢。今天在 Vido 同步也帮我们播出了这一段安大明星，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把它当成一个自己来上节目的内容，回去自己在家里点一盏光明灯看一下这件事小话。来到安大明星跟我们聊的时候，祝你表演顺利，27号大成功，好，接下来人生如你所愿的一直开展，下次见，拜拜，安大明星，谢谢建安哥，谢谢西小瓜，拜拜。是什么？